have a mom, she might be the bomb, but ain't nobody got a mom like mine. Her love's till the end, she's my best friend. Ain't nobody got a mom like mine. She's my world, she's my heart. Mother's Day. My friends and myself would like to present a poem dedicated to all mothers. Titled, Here is a Day. Here is a day. It's your day. Wishing you a very, very happy Mother's Day! Every now and then, you've been there. You've taught us the way to live our own way. You are our mommy, our dearest mom. You've been with us all along. We were alone. You came up to us. And a good applause. You are so truly and special. We make a dream. Warm and sweet, loving like sunshine and rain. Life can shine every day. We want to say one thing to you. We want to say just one thing to you. In all ways, you are great. And we shall sing. Happy Mother's Day!从前的痛苦我现在还清，在你的爱里我又喜乐。你移开我痛苦，把我的哀痛变成快乐，我能再微笑并微喜乐。我们一起开始 庆祝，向他发出快乐之声。我们大家一起给他赞美，因他美好。你给我不尽的喜乐，永远不会离开，所以我要欢乐的赞美，因你美好。 你离开我痛苦，
把我的哀痛变成快乐，我能再微笑，因为喜乐。哦，我们一起开始庆祝，向他发出快乐之声，我们大家一起给他赞美，因他美好。你给我不尽的喜乐，永远不会离开，所以我要欢乐的赞美，因你美好。你给我不尽的喜乐，永远不会离开，所以我要欢乐的赞美，因你美好。你把我悲伤换成欢乐，你把我悲痛换喜乐，我一边高唱一边欢舞，我会高兴欢呼。你把我悲伤换成快乐，你把我悲痛欢喜乐，我一边高唱一边欢舞，我会高兴欢呼。你把我悲伤换成欢乐，你把我悲痛欢喜乐，我一边高唱一边欢舞，我会高兴欢呼。你给我不尽的喜乐，永远不会离开，所以我要欢乐的赞美，因你美好。你给我不尽的喜乐，永远不会离开，所以我要欢乐的赞美，因你美好，因你美好，因你美好。主，我爱你，因你怜悯永不止息，我一生交托在你手中。从早晨我醒来时，直到夜晚入睡，我会歌颂你良善到永远。我这一生祝你真心实，我这一生祝你对我真好，用我生命所有的气息，我会歌颂你良善到永远。祝你声音，你带领我胜过火炼，在黑夜里我知你靠近着我，你是我的阿爸父，是我最好朋友，我一直都活在你良善里。我这一生祝你真心实，我这一生祝你对我真好，用我生命所有的气息，我会歌颂你良善到永远。祝你良善跟随着我，跟随我到
我，跟随我到永远，将生命交托，我完全降服，我献上我所有。祝你良善跟随着我，跟随我到永远。祝你良善跟随着我，跟随我到永远。祝你良善跟随着我，跟随我到永远。将生命交托，我完全降服，我献上我所有。祝你良善跟随着我，跟随我到永远。我这一生祝你真心实，我这一生祝你对我真好，用我生命所有的气息，我会歌颂你良善到永远。我这一生祝你真心实，我这一生祝你对我真好，用我生命所有的气息，我会歌颂你良善到永远，我会歌颂你良善到永远。主，我仰望你，我全然心靠你，赐我异象，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心靠你，赐我异象，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主，我仰望你，我全然心靠你，赐我异象，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哈利路亚，神掌权。哈利路亚，神掌权。哈利路亚，神掌权。从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从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嗨，大家好，非常感谢您加入并参与我们。奉献一直是我们西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耶稣说，奉献胜于接受。所以在这个季节中，我们要鼓励您保持宽容的态度。在这些困难的时期，您可能会减少捐赠，那我们理解，但是我们仍想与您分享一些我们希望会鼓励您进行有益捐赠的东西。使命和外延事业一直是我们捐赠计划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我们想让您知道，您所有的礼物和捐赠都将会帮助许多人。在马来西亚呢，您就可以帮助了建立我们的孤儿院 Shepherd 中心，帮助小孩子们他们的生活，并支持 Kappa 德比苏奶、Chiam 和逆奶社区所有人们的生活。您还支持了移民的生活。最近几周，移民的生活受到当前大流行的严重影响，许多正在努力养家糊口的人们都失去了工作。想象一下，在这个时代失去了基本要领的生活，那种感觉。根据我们国家议定书，我们仍在努力通过我们的粮食银行倡议，以基本粮食供应和必需品实行提供援助。你们的慷慨奉献将带来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在这些不幸的时代。不但如此，您的捐助还将通过我们的越南教会外展计划扩展到我们各界的朋友。现在作为一座无墙的教堂，我们仍在为我们的使命和外延事业提供资金。在所收到的所有捐款中，其中100%将直接捐给之前所提起的社区。是的，100%，这是我们作为教会一直采取的一种精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仍选择实现这个精神。因此，我们诚挚地邀请你继续慷慨大胆地为我们合作，走出你的舒服圈，并有机会成为您所希望看到的奇迹的一部分。该奇迹发生在您的社区、其他的社区跟全部的社区当中。若您是第一次加入我们的新朋友，并且想参加我们宣教或任何其他目的的捐款活动，那以下就是您所需要知道的信息。你可以通过网上银行进行奉献。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银行跟账户。首先呢，是我们对任务和外展十一奉献和奉献呢，会有一般的账户。第二个叫做信件建筑基金。进行转账时，请不要忘了提及你的姓名和姓名的缩写，以及你所希望贡献的或奉献的对象。如果你想收到对您奉献的感谢，请通过 C3ChurchMalaysia2014@yahoo.com 与我们联络跟联系。不要忘了附上您的转账收据。非常感谢您的聆听，也非常感谢您的慷慨贡献。那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络，我们在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上，Facebook、Twitter 跟 Instagram 跟 YouTube 上都有非常活跃跟的活动，所以保持健康，跟保持关注，并保持慷慨，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也愿大家都能够平安和喜乐。很感谢主，今天能够再次的和众弟兄姐妹呢，能够回到这个线上，来到赞美，来到称颂我们的上帝。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一个神话语的时间。既然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呢，我们都师父来讲，我们都有这样的，我们讲的是新常态来到聚会。这样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母亲节，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母亲节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一直都有这个的庆祝，可是今年呢我们也不例外，等下我们会有一些的特别的一些的节目，一些的见证来到和大家的分享。这样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呢，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需要一名就是说这一个的好母亲，就需要一名母亲来到去支撑这个的家。在我们西山教会呢也不缺乏这一些的母亲，因为他们在这一个的教会里面的工作，他们担任了极其这个重要的角色。在教会里面，在西山教会里面，我们特别的为了这一些的母亲，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的主任牧师，我们的 Pastor Stella， 还有我们这个的 Campus Pastor， 我们有 Pastor Sunita， 还有我们也很感恩的，在中文部我们都有很多很好的妈妈，比如说我们的彩虹姐妹，我们也有我们的 Million， 我们也有Mrs. Xiao，也有我们这一个的Chanel， 我们也有 Madam Wong， 还有 Choi Choi，还有 Mrs. Day，还有 Bi Qing，还有 Bi Qin，还有 Summer，这一些都是我们都是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都不单只是他们兼顾来到教育孩子方面的需要，可是在教会里面都帮助在服事上。这样呢，在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人都已经是开始上班了。再就现在我们是有条件式的这一个的管制令，大家都有上班，这一些的企业都开始复工了。当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开始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就是要去面对一些新的挑战，一些可能甚至乎一些人说这个是危机呀，这个是。是说将来就是说来临的几个月将会面对很多很不同的这个的事情不同的挑战。可是呢，在这些的挑战也好，还是危机都好，上帝其实要我们专注在他的应许上。今天我们也要来分享几个的重点就是说如何我们在这一段挑战的期间呢，在一段的这些危机的期间呢，我们能够仍然的把握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第一点就是呢，让我们要坚信有好转机，要坚信有好的转机，相信呢，在这个时段呢，它会过去，它有一天呢，就是说它有好的事情，坏的过去了，好的将要来。我们来看圣经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叫约瑟。对于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讲，你可能都会认识这个约瑟的这一个的角色，这样对于一个的好像你们可能刚才认识的我们要来到从这一个人的当中来到认识如何来到把握知识，如何来到坚信上帝是能够给我们有好的转机。约瑟的这一个的人呢，他在他的就是说在他的家庭里面呢，他是一个很受宠爱的人，可是往往受宠爱的时候呢，就往往招来很多的这一些的妒忌他的哥哥就不喜欢了，甚至乎他的哥哥要有这样的想法，要把这个弟弟约瑟杀掉。可是问题就是呢，他的哥哥也讲，把他杀了之后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就把他的弟弟约瑟呢卖给一个，就是说在当时要去做生意的人。在当时就要这个情况之下，在神的安排之下呢，这个约瑟就来到埃及这个的国家，就卖给了一个叫波提乏的一个的这个的官员他是护卫长。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
夜色呢，他的生命呢，就经历了很多很多，这个有高的，也有低的，好的也有不好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怎么都好，他在他的这个的经历里面，他的经历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够经历的经历。他甚至乎来到，不单只是被哥哥、被亲友来到出卖，而且来到这个埃及的时候，甚至乎他因为一些在家里面一些的误解，误解的关系呢，他被判进入监牢，他在坐牢的时间不短，差不多有13年的时间。可是当我们想一想下，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的坚信上帝会来到祝福他，上帝会为他来到有这个好的转机。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约瑟呢，最终他成为一国的这个的宰相，这个的领袖。就像我们都会问，从这个被卖的情况又来到这一种的情况，又甚至乎进到监牢的情况，他竟然还能够成为这一个埃及这个国家的这一个的宰相，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他说的是什么，他坚信的是什么，他在圣经里面创世纪50章20节他就做出了这一个这样的鼓励，他说出了这一番的话。他说，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美好的意思在其中，唯要成全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他说了这一番的话，他说出了这一个坚信，他坚信上帝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会为他扭转这一个挑战，或者是这一个的危机。所以可以看到约瑟的信心呢，就是说是敌人是可以放下任何对他不利的这个事情，对他不利，就是不利的情况。可是呢，他深信的上帝可以扭转这一个的情况。你试想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就犹如生活在约瑟的这一个的这一个的时代。有时我们会被丢进坑里面去，有时我们会被背叛，被人出卖，可能被监禁，这监禁可能被冷落，在这段时间被我们的公司所冷落。现在这个时候全部人都讲到要如何的节省这个成本，这个公司要如何就是说减低这些的员工。有时你觉得你自己要放弃，就好像约瑟一样，可是就如约瑟一样，他拒绝放弃，你也拒绝放弃，因为约瑟知道上帝和他同在。即使他在监牢里面，他仍然坚信上帝与他同在。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就算是我们走过这个死荫的这一个的幽谷，走过黑暗的时候，上帝也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的敌人，也就是撒旦，用什么的方式向我们传达，来到攻击我们，利用疾病、瘟疫的也好，这个焦虑的这个恐惧，有时这个焦虑和这个恐惧，有时比疾病更可怕，它是在慢慢的吞噬我们。可是呢，上帝呢，都会介入来到扭转我们对这个对我们不利的情况。就好像现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很多工作，不单只是工作人，做生意的人也是深深的受到经济这一个的影响。就我很多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都有对我说，顾客所订的订单现在他们退单了，他们已经不能够就是说再去做成这一单的生意，因为顾客呢已经是没有这一个这样的能力再去承担这个的费用。
其实敌人撒旦呢，想借助这一些不好的情况来打击我们，使到我们的生命呢，不能够再专注在上帝的事情上。可是呢，上帝却要扭转我们这个的危机，以达到他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意义，都有一个上帝给过我们这个的目的，要我们去成就在生命里面一些的事情。可是上帝愿意为我们做出这个的扭转，所以我们要坚信他，我们要坚信上帝能够为我们扭转这个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在这一个现在这个情况里面，如果我们认为是上帝导致这一些事情，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导致这些有人死亡在这一个的疾病里面呢，那么我们对上帝其实是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呢，就会导致呢，我们对上帝呢有错误的这一个的信心。当有这个错误的信心的时候，它就影响到我们会有错误的这个生活。我们会认为上帝允许这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好像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万事都一同效力，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互相效力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做一个的例子来说呢，我们拿交响乐团来的做一个的这个的比喻，就好像在交响乐团里面，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种的乐器，所以一种的乐器它不会产生一首的这个的交响曲，它可能会有一种的声音，但是那个的声音并不能够成就一首美妙的歌。可是当所有的乐器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当所有的乐器都能够互相的来到彰显他们这一个的他们的用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很美妙的这一个的音乐。所以我们要深深的知道，就是呢，凡事都互相效力。上帝不是要制造这个事情，上帝不是要导致事情的发生，而是上帝要在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互相效力。他是一个，其实上帝是要为您的好，为我的好，就好像约瑟一样。约瑟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埋怨上帝，他只是坚信有好的转机，他坚信上帝在他那一边。所以就是因为他坚信的关系，他可以从一个很低俗、很卑贱的身份，被出卖的身份呢，就是说，一直到这一个有一天，他作为这一个的埃及的这一个的宰相。弟兄姐妹，让我们坚信上帝是在我们这一边的。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我们要坚信上帝的恩惠。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在这里说到，我还是相信在活人之地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这一个的恩惠。在危机当中，我们要坚信上帝的恩惠，上帝的良善。在困难的时期，对上帝要有正确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呢，要懂得抵挡魔鬼，因为魔鬼或者是撒旦啊，他要
他要我们怀疑上帝的这个的恩惠。我告诉你，当你怀疑上帝的恩惠，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好像在圣经中的大卫，他说他会灰心。他这一句话是一个很感性的话，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是一句灰心的这一句话，就是代表了对上帝的绝望，对上帝的这一个的阻塞，还有甚至乎放弃。大卫说什么呢？我遇到很多的麻烦，如果我不相信自己会看到主的这一个的恩惠，我会放弃。当你相信上帝是有恩惠的时候，他这个恩惠会胜过，会淹没我们自己这个的绝望，这个疲惫的心，这个灰心。在诗篇二十三篇六节这么说：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里讲到恩惠慈爱紧随着我，你必须要对自己这么说：上帝，你的怜悯和恩惠将终身的跟随我，是在我今生这个的生命，而不是以后我们回到天家的生命，是今生的生命。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一个的生命，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怜悯，他要跟随着你，他要帮助你能够扭转这一个的危机，他的恩惠要来到大大的充满你。有时我们要懂得去处理我们这一个的情绪，当然教育是没有错，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有担心，我们都会有焦虑。可是呢，上帝的鼓励就是要我们坚信他的恩惠，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一些的教育，这些的担心呢，把它转为祷告的力量。那是就是说，上帝呢会通过这个祷告的力量呢，改变你这一个的情况。他可能不是即刻得到这一个的转机，可是你能够因为上帝的恩惠的关系，你能够就是说你能够很积极的去看待这一个当时在不是对你很有利的情况之下。第三点就是让我们来看上帝也要鼓励我们如何坚信这个祷告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很就是很特别很大的权柄。如果你知道如何有效的祷告，就是说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生活的这一个的处境，可以改变你的态度，可以改变你自己的焦虑。如果在这一个的危机当中，你必须知道如何祷告。如果你想到牧师可以为我祷告，我的小组组长可以为我祷告，其实这个不一定哦。他们可以为你祷告，可是你没有不必要来到只是依靠牧师，或者是你的小组的组长，或者是你的长辈来到为你祷告。你是有这个权柄能够祷告的。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话语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五章十六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他这么说：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他这里说到，听清楚，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讲谁是一人呢？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就是一人。你有这一个这样的是一个这样的权柄来的祷告，而在这个经文他说什么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该如何能够有效的祷告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有一个的人物，这个人物叫做以利亚。他本身也好像我们一样他也是一般的人，不过圣经里面记载呢，这个以利亚他很认真的祷告，他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的祷告。
他很有效的来到运用这一个的祷告。这里说什么呢？在雅各书五章十八节这么说，他又祈祷，天就下雨，地就生出土产来。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一次的祷告，他是多次的祷告，他是不断的祷告。他每祷告一次之后，他派他的仆人出去，哎，你出去看看吧，看看外面有没有下雨。他在第七次过后呢，祷告之后呢，雨才降下。以利亚的祷告是这么的执着，他一无所获，如果他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他不放弃，他一直抓紧那一个祷告的能力，他一直抓紧这个上帝的应许，因为他知道上帝必能祝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要运用这一个好像以利亚这个祷告的方式的时候，当你的祷告还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一个的回应的时候，或者是你的结果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你不要停止祷告，要继续的持守的在上帝的面前来到祷告。就好像我们弟兄姐妹，有时我们会到有时会看到这些在身体上有病的人，我们会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能够持续的为他们祷告，持续的为他们守这个在他们的床前持续的守圣餐，为他们祷告，不断能够的来到继续重复的祷告。我们一定要坚信这个祷告的能力，一次又一次的，直到一些事情能够发生。就好像比如说我这样把这一场的危机呢，能够变成一个的机会，我们能够祷告到把这个焦虑呢变成一种祷告的能力。我们祷告呢，我们要把这种的沮丧呢能够变成一种的赞美。我们也要祷告呢，我们要把这一件坏的事情，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变成一件好的事情，对我们有利的事情。上帝通过你的祷告来到扭转危机，他是扭转危机的祷告。上帝要我们来到借助他，上帝呢，他是一个要我们来到和我们建立关系的上帝，他是一个活的上帝。就好像我们在家人里面，我们和爸爸妈妈的交流，我们要的就是那一种和那一种的关系，交流交谈的关系，来到他的面前，他必来到扭转我们的情况。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弟兄姐妹，这样坚持祷，这个坚心祷告的能力呢，就是说今天呢，上帝，你知道你今天在上帝的身上你需要什么，可能是一个的医治，给你自己的，可能是给你的家人的，给你的朋友的，你可以按着上帝的应许来到祷告，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个的鞭伤来到祷告，能够得到这个医治。你需要这个经济上，这个金钱上的供应吗？祷告，你说，因为呢，上帝将根据他荣耀中的这一个的这个的丰盛，这一个的财富，来到满足您的需要。有效的祷告，按照他应许的来到祷告，而不是我们要祷告什么，而是按照他的这一个的应许来到祷告，坚信这个祷告的能力，坚信这个祷告的能力，坚持不断的来到祷告，持续的祷告，要知道你有这个的权柄，有时在这一个的祷告里面，不是我们没有权柄，当我们是，就是说，当我们认识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权柄。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呢，就是说他被这个罪魁呢，不是他们没有权柄，而是他们缺乏这一个的知识，他们缺乏了这个，他们认知祷告这个能力是有多大。
感谢主。好，我们来看第四点。第四点呢，是上帝也鼓励我们要重新去这一个的调整我们个人的需要。在危机期间呢，我们真的是需要重新安排我们生活的这一个的程序，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有实在是太多的东西要去怎么去放它为，就是说这个排，就是调整它，什么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期的时候，什么是我们应该是最关心的，考虑到现在这种的情况。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怎么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在这里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是看到的，就是上帝鼓励我们不要只是关心在地下所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看到四周围那一些这个的病，这个的工作被砍，这个薪水被减，上帝不是只是要我们去看这一些地下的事情。当我们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要关心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地上的事情。他不是在说我们不需要想我们世上，我们四周围的不需要去理会我们四周围旁边的事情，不是，而是他在说，不要让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呢，建立在这个世上的这些的东西。我们也要来到更进一步，要想天上的东西。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呢放在神赐给我们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有疾病，疾病是在这个世上，可是呢上帝的医治呢，它是天上的事。我们要来到专注在祷告，然后祈求上帝来到医治。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恐惧是在地下，是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可是上帝给过我们呢，是比这个恐惧更高的、更高、更高的这一个的，在天上的事，就是他要我们来到关心，然后关心他人，去胜过这个的恐惧。较高的事物对较低的这些的事物是具有这个权柄的，信心有更高的权柄，所以这个权柄能够胜过我们对上帝的怀疑。我们要学习来到放下一些不是太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简单的生活。在这个时候要懂得做出这些的调整，就好像对上帝来讲，上帝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上帝。什么是对上帝最重要呢？上帝爱这个世界，对他就是最重要了。因为为什么呢？他把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给过我们。好像在我们的日常里面，现在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出调整的，无论是我们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娱乐这些的事情，可能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作为首要的了。可能我们要除了要调整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来到关心天上的事，去爱人，去爱神。弟兄姐妹，当我们调整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次序的时候呢，以后的生活呢，这个新常态呢，将不会回到好像我们在这一个情况发生之前。让我们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帮助其他的人，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上帝借助你对其他人来到有这个祝福，表现这个爱，表现这个恩惠。在这段时期过后呢，就是我们将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大，更充满爱心。感谢主。就好像我要用这一个的这个 C.S. Lewis
作为一个的就是说他所讲的作为一个结束。撒旦在当时呢，他说我会引起焦虑、恐惧和恐慌，我将关闭这个商业、这个学校、这个礼拜场所和体育场所的一切的事情，我要造成经济的这个的动荡、这个不安。可是耶稣他怎么能来回应呢？我要召集邻居，我要恢复家庭，我要将这个晚餐的这一个的欢乐带回去这个的桌子上，我要帮助人来到放慢他们的生活，再次的和自己的亲人建立关系，我要教导我的孩子依靠的是我而不是这个世界，我要教我的孩子相信我，我孩子就是我们了，而不是他们，不是相信他们的金钱和物质的来源。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让我们坚信他，相信他。不管撒旦要发送什么，耶稣都会能够把这个事情扭转过来，无论敌人要发出什么，上帝都能够扭转这个的危机，使得我们更强大。好，今天早上呢，因为是母亲节的关系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一个的姐妹呢，我们的彩虹姐妹要为我们做一个的见证。现在我们邀请彩虹姐妹来到桌处这个的见证，让她来到跟我们分享身为一个母亲她如何靠作这个上帝来到胜过，怎么坚信上帝来到胜过一些挑战的一些的时间。好，谢谢你们，下个星期我们再见。然后我们现在来听彩虹的见证。如果你问我当妈有什么挑战，那真的不少，而且孩子在不同的成长过程都会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挑战，可以是常眨小眼睛的坏习惯，或者该安排些什么才艺班，都可以让我这当妈的头疼。我是一个孩子的妈，也是一个职业女性，所以因为需要上班，少了好多陪伴孩子的时间，所以往往都要和时间赛跑。孩子除了在学校上课，我也会在家花时间教导孩子。当忙了家务事后，又抽空和孩子玩，因为我想和孩子创造美好的回忆，所以往往就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后，有时候会很累，无论是身体或是精神上都会累。可是路还是要走下去，所以我学会了聆听，了解自己的需要。如果我真的需要休息，我就会告诉我先生，我想要他帮忙照顾孩子，那么我就有时间独留在房间，看看电影、看书本，或者是我也会找朋友、姐妹聊天，发泄一下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我学会了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可以开口寻求帮忙，不需要常常当 superwoman 累垮了自己，失去了快乐。最重要的是借着祷告将自己的重担告诉上帝，让神成为我们生命旅途的 GPS。 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